闯我办公室的人似乎已经有了好几次，他所求为何？他的目的何在？是不是他有装一些类似监听器来监控新的市长韩国瑜？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随着2020倒数，黑韩招数花招百出，如今又传出窃听疑云，让韩市长再也受不了，公开霸气反击。要进去一定有目的的，对啊，不可能无缘无故进去晃一下。你不可能尤其连续进去五次之多，你到底进去有什么机密文件需要在那边去拿？拿不出来要拿五次之多呢？所以让大家觉得整个诡异，就好像水门案爆发一样。虽然警方已单纯窃盗案处理，但真的有人会跑到市长办公室，单单就只为了偷文具吗？记者跑去问警方，你知道警方怎么说的吗？怎么说？他说没有，这个就是单纯窃盗案，他只是去偷一点文具啊，什么红包袋啊、灯笼这些东西。到市长办公室，你相信吗？立刚，那当然有鬼啦！我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，跑到市长办公室里头去搜刮，目的只是为了要偷红包袋跟灯笼。偷的话，到总务处去偷还比较多嘞。这个说得通吗？所以我跟你讲，韩国瑜为什么要一直等等等？他恐怕是要再看看你警方到底会把这个案子吃掉。民进党执政高雄20年，虽然痛失高雄，但遗留下来的人脉似乎还不少。监控他不外是人，可是他是市长，他不可能派人监控他。那他能够监控的就是窃听，除了窃听的话就是情收。那除了情收的话，那更重要的是每一天他的行程安排，他跟谁见面，谈些什么事，要跟谁合作等这些。最强总统人选韩国瑜一路走来被抹黑攻击不断，现在更升级，连监听奥博全都使出来，但好险韩市长勇者无惧，正面强力回击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